根据全国路况资讯中心提供的最新消息，目前在国道上面呢，在国道五号雪山隧道北上26.4公里，在外侧有故障车停放，经过的时候要小心。台64线西行中和往板桥方向车多，另外西行台北丰港端呢，台北港端目前也是车多不太好走。台65线特号道路北上板桥路段前500公尺，外侧有抛锚车，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。